咱的代志已经过去啊，唔免啊。过去是过去啊嘛，啊，不过伊伤害的，无恁来去找一个甲你差二三十岁的老查甫人，伫遐糟蹋你家己啦。想讲我糟蹋我家己啊？玉婷，伊爸爸对我足好诶，伊温柔体贴，风度翩翩，伊知影尊重人，我袂乌白来。嫁互伊哦，是我一生做过上正确的选择。当初我真正是目睭猜会正，嫁会着你啦。安尼听起来真好啊，啊，不过你嫁伊个甲较早无同啊。你爱爬爬走，爱运动，爱看人打球，爱斗脑力。你嫁伊哦，应该是我这款活跳跳会陪你世界去的男孩子，不是迄款哦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奥利桑啊！我不准你批评我红仔啊！你像我红仔，娶我去的所在嘛足济，嘛狗啊足济，我就清楚我要爱的是啥。你看，你讲的是你要爱的是啥，不是你介意啥？你是看条件才勉强你家己的嘛？你根本就无爱玉婷爸爸，你是惊吼你感情阁受伤，你唔才会去警一个，想要甲你伤害，阁伤害袂顶台老男人嘛？你莫聊我耳边啦，我唔是这个意思。有无你家己心内知啦？亚春，趁你今妈阁少年，读空吼较清楚，莫摕你的青春来报复我嘛？你是谁啊？你亚春你这重要这优秀哦？我不好你，无想要承认嘛，袂要紧啦。我是要承认啥？我早就对你无要紧啦。林家宝，你知影你上好笑是啥无？你自我感觉良好，永远拢活在家己的世界。你讲的拢是好听的，所以拢不是一回事。人讲哦，装睡的人叫不醒，你搁较厉害，装睡还想去叫醒别人。我咧甲你关心呢。啊！你做你搞我吗？你关心你做成我的困扰啊！我拜托你，以后不要再来搞扰我。你的自作主张，我感觉真好笑哎。你比我更好笑吧？二三十岁查某囡仔，去嫁予一个五六十岁的查甫人，啊无啊？你是有恋父情节哦？逐天甲伊安尼出出入入，自拍破网，你是花痴哦？哦。我拢歹势吼，讲我甲你做伙过啊啦！阿爸，你跑啊！你爬下爬嘛嘛，王亚纯啊！我希望你卖阁糟蹋你家己啊！你家己的面子小顾下好无？实在你哦，就先糟蹋我家己啦！阮王亚纯已经结婚啊，你过来找伊创啥？过来去有人来，即马是陪咧上遐。阿伯。你卖误会，我是来苛刻亚纯哦，爱想我清楚。啊，不过听你安尼讲，你那嘛真赞成亚纯嫁予迄个欧丽桑呢？这问到的代志，该什么地带啊？所以你这句话意思，嘛是你真支持嘛？不怪亚纯敢嫁。想讲阿伯，因差济岁呢，伊拢唔惊亚纯哦，嫁无几年就酒挂。哎呦，老爸死，囝细汉，啊！你食到这落岁啊，还怪共斗饲孙？你阿点去啊？安尼我讲的无唔对嘛？阿伯，你是一个吼会晓看钱顾好的人，哪会无去想到嘛？你心内吼，就是你想，亚纯吼当时会当去摕到遗产嘛？你唔只会同意讲亚纯去嫁予一个？瓜茶拢立一波的乌里桑嘛？你讲你偌贤教查某囝，我看嘛无偌正派啊！阮查某囝已经叫你求一摆，你即摆想要破坏婚姻哦！你这个人笨手，笨手！你个！